一粒也有，它白色这边有了，把它这边disappear，把只有这边而已。嗯，把放到是因为它的比较肮脏哦，所以你要一方的话，你就确定要干净哦。干净啊，哦。2016 Sunday。120。哦，120。你是说有complain or show？你是说什么白色的？没有，它的白色是这样的。嗯。它白色是这样。你说怎么样呢？ 啊，没有，怕白色这边，哎，哦，啊，OK，所以这个哦，我给一个 cream， 还有一个洗的 ，OK， 这个洗哦是，啊，是消毒水来的 ，OK， 这个消毒水啊，你要用那个 cotton bud 边用擦，哦 ，OK， 你擦了过后哦，你要给它留住差不多5分钟，然后洗掉 ，OK， 是消毒水来的啦 ，OK， 过后哦，你要把它放在干的地方半个小时。 OK， 给它吸进去。OK， okay. 再擦这个 cream。OK，OK， okay. okay, 这个 cream 是 antifungal antibacterial。OK，OK，OK， 如果它胃口全部是 OK 的，我们是不会给它吃的啦。OK， 因为吃的 medication 有时候会妨碍到它的那个肚子正常嘛。OK， 可以。他几岁了？5岁吧。你放这边，他几岁？5岁啊？没有，2岁多。2 years old。 OK， 所以这个你要查出这个原因，不然它一直会回来的。OK。哦。这是lump here，那里。对，这是lump。那里东西是吗？啊？没有，是里面。啊，那里东西。里面。你是讲它脖子那边对吗？啊，对的，那里。你有几只？一只啊？哇，我有很多只。一起的，住在一起的。啊，住在一起。把这个 starting 有很小，后来我注意到，把有两个，一个小，一个肿更大。 对，可是如果你要找出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不然的话啊，它一直会来，而且我们是怕它会传染。哦，一定是水肮脏的。那如果只是单纯水肮脏，你就确定它是干净就 OK 哦。OK。哦，这个你要观察嘞，如果胃口不好或者没有吃了哦，你要跟我们讲一声嘞。OK， 它跟几只啊住在一起啊？啊，一样啊，6只啊。6只一起的啊。6 together，OK。 最近有没有换到东西啊？换了什么？好像家里有没有装修，或者食物有没有换到？没有。它是什么？那个 pallet 啊？啊，一样啊。什么？金色的 pallet 啊？不错了，很漂亮啊。嗯，它的 shell 呢？啊，它的 shell 啊？嗯，不错了。那它的 shell 很稳啊。嗯 ，very nice 啊。嗯，很漂亮啊。有纹。 它如果需要是稳的，就是代表阴阳是好的。good，哦，是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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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I think it's female this one. Female normally the deer short run. Female here is flat. Flat. Female is flat one. The flat one. Flat, 很直. Flat, no concave. 所以你不要給他下去喔,是床底之下啦。 I thought 他的 male husband 是這個扁的 不是看這個,是看三個 一個是shell 小 是concave 是flat 這個 好像一點concave 看那個claw 長是短 看他的水啦 如果太小也是看不到 連看他的van 那個小扁大扁那個 如果在中間呢 far away from the far away from 那个 shell 这边呢 就是 male 因为 male 它要 长出来嘛 要 mating 嘛 如果 female 就要在里面 现在我看这个是 就是什么 male 没有了 我看是了
这个不是 flat 吗？你看，这不是 flat， 不是你看这样看，你要看，你看这边啊，你放 table 上面，不是，不是放 table 上面的，这个看到吗？好，不是你要抓它了，你看是不是 flat？ 这样不是啊，嗯，这样看 flat， flat 就是好像这个桌子 paper、oh. flat 咯。如果不是 flat， 就是没有来的咯。哦，看一下啊，看如果 concave 啊，你知道什么叫 concave 是吗？不懂。concave 就是 curve 咯。凹凸不平啊。啊。然后是凹进去。哦。嗯。这个我看是没有来的。哦。我看是没有，很漂亮啊。在上面吗？啊。他两岁。很难看得出来，我一直看。有时候比较难。因为我一直看那个 internet。他两岁是吗？啊，差不多两岁。两岁啊。active 就好了，六只住在一起啊？对哦。啊？你的厅很小啊？要变小呀。six in one。它够太阳吗？啊。给你抓它。有没有够太阳？够啊，够。